肢体辅助犬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肢体辅助犬简称肢辅犬，以协助行动不便、使用轮椅的身障者为主。肢辅犬可以帮忙身障人士拾起掉落物品、开关灯、开关门。有些大型肢辅犬更可以辅助主人站立及行走时的平衡，并可以在主人需要救护时发出叫声寻求协助。